哎，我操！我跟你说，小样，你干啥呢？老朗乾坤呢？你干啥呢？我干嘛？叔叔，快闪开！我告诉你，不用怕的啊，就这样，人抓我拿捏他。这是我哥。你哥？哦，我亲哥。哎，不是你哥，你让我亲，你干啥？我来你这是为了躲相亲的，今天过来正好回去的。不是你这事儿，我有啥招啊？你跟他回去吧。我不管，我说了我有男朋友呢，你得帮我一下。不是，你谁呀？这差点给我绑着线下来。不是，误会了，大哥。嗯，这是我男朋友，你告诉咱妈一声吧，我不回去了。不是，那个啥，我不是。哎，你干啥呀？你帮帮忙嘛。我咋帮啊？这事吃力不讨好的。我给你免这个房租。你傻的，我告诉你，小爷不差钱啊。